没想到你也会来放孔明灯。我之前不懂世人为何拜神明，现下算是明白了。为何？很多事经过许久的未解结果，也许不是努力不够，而是时运未到，关窍未开。放灯祈福，不过只是说服自己。 多一些等待的时间。怎么了？我看你如今说话的样子，像位年逾花甲的老头。你说你要真成了小老头，是不是就是这副模样？我要是成了小老头，你自然就是小老太太。卖坏了，卖坏了，卖坏了！ 哥哥给姐姐买一朵花吧。好啊。阿西爷爷，我来给你买吧。谢谢阿渊婆婆。这些花我都买了，劳烦小姑娘你自今日起每隔三日给质子驿馆送一趟花。好的，谢谢阿渊婆婆。 你怎么突然想到要买这么多花？跟你学的呀，你从前送过我很多很多花，想让我开心。我也想让每个人都开心。你说西九要是能学学你，或者是学学我，也不至于每天被石英打。他还没有跟阿英表明心意啊？我看他是怕不仅会被石英拒绝，还要被他打一顿。 阿西，我们与其在这里等着新的希望，不如再去一次灵川，说不定灵川还有连理枝。人们都说绝处逢生，也许最不可能的地方藏着最后的希望。可是灵川自3年前就是一片死寂，说真的有连理枝，早就被发现了。 我们在永昼也是搜寻无望，与其耗着，不如再去灵川看看，说不定春婆婆把连理枝藏在什么隐蔽的地方了。可你的身体，石英每天花费那么多心思给我调理身体，你莫不是不信她的医术吧？好吧，那我们明日就启程。 各位公子，赏安无躁。不过来。今日我们家小姐选妻，一旦亲事定下，择日成婚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平日看着也没见她这么和颜悦色，挑起郎婿来都是满面春风。阿英，你医术精湛，而我博学多才，只有我能配得上你，也唯有你能配得上我。叶公子说的是。 那我就不叨扰了，我等阿英的好消息。好。蓝山，下一位。哥，你进来做什么？这里是医馆，我自然是来看病的。今日不接诊，请去别的医馆。蓝山。 做什么？我有话要问你。那些两条腿的男人里，有你中意的郎婿吗？还没有。不过还能继续挑，我对郎婿的要求比较高。那你再把要求加高一些，加我一个。你？我怎么了？我也是两条腿的男人。
你真发烧啊，说什么胡话？我怎么就在说胡话了？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会心悦于你？你除了脾气差一点，打人疼一点，其他都是优点。我脾气差？不对不对，你不是脾气差，你是直爽、坦荡、率真。 我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就被你吸引。没想到你眼光还挺高的嘛，我考虑一下。哎，你考虑什么呀，石英？不然我们去找你表姐和贺连心，你可以通过他们多了解我一些。了解你还需要他们？他们一早起床回临川去了。他们怎么突然回临川了？不知道。 阿元，回去吧，这里不可能有连理枝，瘴气太重，不宜待太久。阿西，我还想再找一会儿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把面纱拿过来，挡一挡瘴气？ 阿西。 答应过我，你不会因为要伤害枫叶而伤害自己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，我违背承诺，身份。
听说你们对公有意见啊？臣等不敢妄议陛下。来人！陛下，陛下，我是遭到反噬了呀！我真是此作恶，不可活呀！顾子茂，凤元，一定是凤元那个贱人。凤元，你们干什么？叫御医啊！
这是怎么了？就是报应，就是。 再没有人可以阻拦，阻拦。